我们先聊一下今天抽到八号感觉怎么样？八号非常好啊，就是台北发发发。然后我们昨天想了很多，我觉得这个号码是蛮幸运的，因为刚好是五加三嘛。那两个三合起来好像也是八。对呀、啊，两个三倒过来是八。我们刚已经想好了，各种。我们叫发发发啦，发大财被人家用过了。为什么是五加三啊？八。哦、OK， 五加三。五加 OK 啊？那是一样吗？陈忠抽到十二号，他说十二区都会支持他，你怎么看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，我觉得都是好。每个数字都是好数字。哦，那昨天有特别，就是比如说有没什么帮自己牵好一点的？没有，我们就是想了十二个号码的吉祥话，就是想到自己都笑得要死。怎么看昨天前副市长郑嘉基没有跟您同台，反而去支持了蒋万安，会不会担心说柯市府不挺您？嗯，我想不是哦，因为我事先就知道他要去帮秦惠珠议员站台，是帮老同事站台。然后在那个场合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体谅那个场合的气氛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回到就不用去联想的过多，我们就是觉得要争取每个人的支持啊，但是不需要去把人家贴标签。可是会不会担心吗？会在询问他说会在争取他的支持吗？邓家基就邓家基是我二十几年的好同事啊。但是他昨天就说他支持蒋万安，就挺蒋万安。他在那个场合无可厚非吧？会不会担心来？就像黄大洲市长来我这边看，也不是等于他，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嘛，所以最重要是候选人自己啊。可是会不会担心说泛蓝的弃保说已经发酵了？不会因为一个事件就做到这样的结果，每一天都在争取最多市民的认同。如果还是回到弃保，我觉得就是没有把市民放在前面，还是在忽略人民的智慧。大家不要一个事件就做不同的联想，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民是没有颜色的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因为团队这边好像有说，就是有蛮多民众打电话去说宋楚瑜，就是希望宋楚瑜不要出来帮你站台，就是怕影响了中间跟深蓝的选票。到底有没有？我们没有接到这样的电话，我们不知道这个传言哪里来。那所以还是我觉得不要故意做这样的不实的传言，好吗？王副理这样怎么看高端？昨天跟中东锦合体，有人说他是为了2024只顾自己的总统大位，不顾你的选情。昨天那个就是一个市政的交流，是二十几位议员到台北市来，我在台北市议会、台北市政府有客人来，当然是要善尽地主之谊。我觉得不要把它再做政治的操作。台北市好的政绩，别的县市愿意来参观，不是只有别的县市，我们很多的大的企业，还有很多的国外的外馆都会来参观大数据中心。黄副现在是不是觉得要清算这个防疫账啊？因为你昨天接受专访有特别提到，好像双北的东西陈忠就是不要。我们接受，我想大家这个账不是我来算，是市民来算。黄副，你看这高端的价格，当时卫福部公布的数字跟现在高端公布的数字差了6亿元，所以这就是公开透明嘛。如果你合约拿出来，大家就清楚了。为什么合约要做封存呢？这些有什么好机密的？这都是国家的预算，人民的纳税钱，公布出来就好了。听说你怎么看高虹安事件？因为他被曝违法兼职，但是社会的 YT 频道也被翻出影片，是他代表柯志来介绍业务，现在被网友嘲讽打脸，你怎么来看这件事情？你就看到国家机器不择手段的去打压高虹安，那更可以证明说这些东西都是子虚乌有。我相信高虹安一定会顺利当选。不过那个剽窃说啊，是不是会让陈忠如坐针毡？我说一般的案子都是6个月有告诉期嘛，什么时候都可以提告。部长怎么看说有那个民调的周某寻求他的支持吗？我昨天是开玩笑，我是说我们当然要寻求全部的人的支持，不要每天都提一个人名。那也许我们也许可以去争取张忠谋，也许可以去争取更多的人支持，有什么好每天提一个人的人名？我昨天开玩笑是说，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争取，那你每天跟我算人名的话就算不完了嘛。郭台铭有可能会去争取他的支持。我说争取每一个人的支持。部长怎么看？有一份民调说您的看好度是不到10%，那会不会觉得说可能是被柯文哲牵累吗？因为这几天我觉得那个应该是那个民调要看它的精准度吧，它的机构效应非常强，而且它的数跟其他的民调完全不同的结果，我觉得看看就好吧。因为你们看中选会说确诊者不能投票，被批有违宪的。这个是人民的公民的权利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想办法去补救，而不是直接限制。所以怎么样补救？像之前
指考的部分确诊者也是有考有分考场的方式，就怎么样补救，而不是直接去限制他们的投票的自由。会不会担心柯市长这几天的这一些表现会影响到你这边？我每天还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大家都会看的是候选人本身，我觉得每一天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最重要。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大家一起吧。谢谢，他们还要上去签。我们要呼个口号吗？好，谢谢。我们要说台北发发发，台北发发发。